罕至的龟山第三公墓，25号晚间来了一大票警察，还围起封锁线。有一名穿着白色 T 恤的5岁女童，沉尸在一台改装车后座，口吐白沫，嘴角渗血。因为涉嫌打死小孩的是她的同居男友。活活把5岁女童打死，林姓男子走出家门时有点心慌，他左顾右盼，忙着找自己的爱车。把女童的遗体搬上车后，和女友一起要到龟山的公墓去弃尸。而这个行凶男子第一时间却是落跑的，打算轻生，不过怕死，最后被警方逮捕。这边哦，工作室。好，这里哦，好，来。走走看啊，我不确定，听说是进来的鬼门。我觉得整个鬼屋黑了起来了。有可能是附近，因为我觉得感觉到那个家里是在停车吗？啊，家里款呢？敢不是啊，这蒙。蒙不是啊。应该比家附近了，他那个应该是把车开进来而已。对，他是把车开进来。嗯，那我们在这边好了，我们在旁边这边好了。来，白了呀，白了呀，白了，加加加，看底加，我看到白了。我们现在来的这边是2016年一个树林的女童被妈妈，被亲生妈妈跟她的同居人打死之后，把她弃尸在这里。那这个新闻是查得到的，我们顺便有带一些小东西给小女童哦，我就是来拜一下，然后顺便问 EVP， 然后今天刚好那个谁啊，我们线上的管理员国斌，他刚好住病了，那这个地点是他提供的，所以他刚跑过来找我们，刚好可以让他玩一下寻龙尺跟玩 EVP 哦，插金钉吧，啊，金咱带提化掉的。别在这画无，你明仔再讲过。还没快来吃，然后国斌要上寻龙池啊。好啊，我也是。来来，我们先给。哥，我不要问你。来，我问，你开得好，你开得好。来来来，来，你麻烦你，麻烦你对天发誓。后面就是没有机关的。我是评检出身的，评检出身的。你今晚你敢被评检，这要被量产，你。我要考到屏保工程师。他是活动的。给我试一下。完全没机关。对啊，没有腐烂的哦。没有，没有腐烂的哦，是这只啊哈，我头有黏了哦。有。是这只啊，我每次头都用这只。哎哎哎，你是我的管理员，不要检查这么仔细。你啊，一个在看嘞。屏保习惯。一个在看嘞，镜头没有在照了，你不要一直在看了，塞你不好哎。林北带机关弄我，你吹掉。他真的一直在看呢。你俩，你这个来是对还是不对啊？当场拆台。我问你，你没有看过我们频道的话，会不会觉得这个东西有机关？会啊，是不是很夸张？搞不好手握着什么按键在这边按一按就会自己动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可能？可是这边完全没有任何东西啊，就空心的。哎，妹妹，妹妹，妹妹你在不在？在的话，帮我打叉。失败啊！干！我没有吓到啊！我没有吓到吗？林老师，哎，可我面前我已经故意前面头有点往下，他可以。但是你其实是不要往下。来，打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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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乖。来，妹妹打开哦，打开，乖。
我可以问一下吗？可以，你问。我刚刚自己往前走的时候，有一条比较小的路又很暗，是在那里面吗？是的话打叉，不是的话打开。好，打开。妹妹，妹妹，这里有没有其他的孤魂野鬼来抢你的东西？有的话打叉，没有的话打开。没有，没有，开了。好，好，好。来，妹妹，你会不会恨你的妈妈？会的话打叉，不会的话打开。OK， 好，麻烦你打开，谢谢你。妹妹，让他生不如死好不好？好的话打开，不好的话打叉。听叔叔的话，让他生不如死，好不好？好的话打开。打开一点好吗？让我明确的知道你很想让他生不如死。有种。对，好，乖乖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来，妹妹，你回来，回来。那虐待你那个同居人，让他更生不如死，好不好？好的话打叉，不好的话打开。好激动。OK， 来，麻烦你打开。妹妹，叔叔问你一个问题：你现在在哪一个方向？你可以指出来给我看吗？你现在是在跳来跳去是吗？你看到东西很开心吗？在正前方吗？你旁边。OK， 好，我知道了。那我们让国宾休息一下，去卫生呗。没呢，没有。给他你的环境较熟悉。啊，找约蒙啊。可是你刚刚问他在哪里，我突然起鸡皮疙瘩。好吧，我就突然给。那妹妹，我想请问一下哦，我们带的东西你有吃吗？有吃的话打叉，没吃的话打开。哦，好吃哦，好好好，打开打开，乖乖，乖打开打开。我真正无动呢。妹妹，你可以跟叔叔讲说，这里哪一区的鬼最凶吗？你可以指给我看吗？你这是有主的啊，有主的。靠北。往那个方向的鬼最凶吗？卖耍走啦，你得笑笑嘿。往那个方向的鬼最凶吗？他欺负你是不是？是的话，帮我打叉。他看你一个很可怜，他欺负你是吗？镜头会太远。是的话，帮我打叉。他欺负你是吧？没关系，等一下我去帮你讨回来。来，你打开，你打开。你可以让我知道你生前受了什么伤害吗？他们有没有抓你的头去撞地板？有的话打叉。哇，好快哦！来，打开。
打开。他们是不是有让你饿肚子？有的话打开，没有的话打叉。你不用怕，你不用怕，你老实讲就好了。他们有没有让你饿肚子？有的话打开。好，谢谢，回来一下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我想了解一下，你当初是犯了什么错才会被打死的？很好，我问错了，没有问答。你是因为吵闹被打死的吗？是的话打叉。嗯，好，你打开，你打开，谢谢，谢谢你。妹妹，我问你，你当初吵闹的原因是什么？是你想要爸爸妈妈陪你吗？还是你是无理取闹？想要爸爸妈妈陪你的话，帮我打叉；无理取闹的话，打开。嗯，所以有时候小朋友的吵闹并不是一定是有原因的，他可能需要父母的关心，好不好？以后我们的观众朋友，身为人父人母的，不要觉得小孩子吵闹你就觉得很烦去骂他，一定是有原因的，好吗？好，妹妹，你先去吃东西，我们让国宾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好的话打开，乖。快去吃，好的话打开，好的话打开，啊，你很乖，你很乖，好好，你先去吃，我们让国宾休息一下 ，OK OK， 好好，国宾休息一下。你有看到我经纪人呢？你没经纪人，靠腰啊！他真的这样讲，他说我没经纪人。刚刚讲话的是欺负妹妹的吗？我们今天三个人来找你聊天，有开心吗？妹妹，你想要吃什么？你可以在这边告诉我。果冻，哇，天啊，果冻哎！你刚刚指的那边的那个欺负你的鬼有过来吗？他们也在这边吗？这边的鬼，他怎么欺负你的？你可以跟我讲吗？什么？妹妹？有，好，他们虐待了你多久？同居人在虐待你的时候，会不会很希望妈妈来救你？哭。同居人虐待你的时候，你只会哭。你有叫你妈妈来救你吗？还是你妈妈也跟着一起虐待你？敲头是吗？妈妈也在跟着一起敲头。呀，你是公家吗？我操！出来哦！听说你他妈的欺负小妹妹是吧？我叫史哥，有事来找我。我叫史哥，你们有什么恩怨都去找叫史哥的。
你们有种，我睡觉的时候来拉我的脚啊！我叫史哥，有种就来拉我的脚，拉我的棉被，每双拢来，拢来弯刀。我叫史哥，记好，史哥。他们两个在那边聊天呢、啊。我的妈，好贱啊！我真贱了，以后叫我贱麻。下次你可敢被怕问号？我跟你讲，史哥如果三个月之内都没出现，就是他们去找他了。那小啦，那有啦，我拄啊去遐咧帮恁看店啦，恁来。你哪要误会我啊？你早起呛呛鬼的。我呛啊，呛完了，我呛一轮灯啊。部队起床。我叫人赶拢来找我。我讲啊，真的，每双拢来，拢来阮家。我叫史哥，记好，史哥。